来到徐州，随处可见的羊肉馆见证了徐州人热爱羊肉的程度。一碗刚刚出锅的羊肉汤，香气扑鼻，轻轻搅拌就能看见汤中丰富的食材。再依个人喜好，添点秘制羊油，别有一番风味。顺滑的粉丝，脆生的豆芽，搭配着鲜嫩的羊肉，满口生香。羊汤蘸着白馍，趁热吃上一口，能够为接下来一天的忙碌储存满满的幸福的能量。肥瘦相间的羊排由精选的羊肋骨制成，裹上秘制调料，放入油锅煎炸至金黄，外酥里嫩，轻轻撕开，美味的香气瞬间扑面而来。肥而不腻的羊肉配着紧致的瘦肉，咬一口肉香四溢，又酥又嫩，让人忍不住吃了一口再吃一口。孜然羊肉是由山羊的前腿肉经过腌制爆炒而成，鲜嫩的羊肉浸透在秘制的酱汁中，十分诱人，配上松软的白馍，咸淡适中，美味无穷。徐州人有无数打开羊肉料理的方式，这些羊肉菜肴包含着徐州人对羊肉的热爱，对生活的热爱。